又揽完石清水白分工啊，白发啊，白发，跟住就咩咧？搭车去宇治行下啦，其实有咩嘢玩我都唔知嘅，不过见到有 pass 就去行下啦。好啦，上车，上车啦，要去中书岛转车嘅。去到中书岛，跟住要转车去宇治啊。宇治唔知系英文乜嘢咧？可能转车得两三分钟嘅，好紧张嘅。啊，跟住就俾埋转三号线啦。啊，宇治方面啦，系嘅啦，应该系啊，依届嘅咧。我上去啦。上次慢慢影啊！唔使，够啦，零九分。啊，嚟到宇治啊，好迟喎，差唔多两点半啦。啊，搵条可食个晏昼饭先，即系下午茶应该讲。喂，个车就几赶啦。临时加插呢个宇治嘅景点。其實完全都不知道有什麼玩的，不過見到張 pass 說可以去宇治，就去宇治。咦，有幅安女圖啊，這都是車站附近走走而已，不是喎，這個不關事，是京都的，這個不是宇治的，這個是京都啊。來啊，車站挺怪的喎，好像迷宮的喎。好似玩遊戲機嗰啲咧，射擊嗰啲，啫啫啫啫嗰啲。我哋喺宇治駅啊嘛，喺依度啊，77號啊嘛。啊，目標係去嗰啲咩平等院啊、宇治神社咁樣啦。啊，話俾你聽，行幾多分鐘啊？去到邊度？邊度？邊度咁？啊，算啦 ，OK 啦。嗱，睇地圖呢條應該係宇治橋啊。唔知咩歷史啦，呢條河流應該叫宇治村啩，1980天府路艇阔啦，哦，有一区啊，都几贵下嗰啲，只桥麦面1980啊嘛，1200 yen，游客区啊，哦，呢度都系游客区嚟嘅，但系唔多人嚟呢度嘅，有所知啊，真系，唔系张 pass 我都唔嚟啦。我可能因为将 pass 大王嘅呢个区，都系有 pass 之嚟啫。唔系嗰啲，今日前几次、前两三次嚟京都，我都冇买张 pass 嘅，所以冇嚟呢度。梗系唔买 pass， 一般都喺京都嘅附近玩嘅啦，佢系南山啦吓。有啲叫峰山，有啲叫南字嚟嘅，南山应该系，系咯，山峰南啊。但系好多人都讲啊，峰山、峰山、峰山。唔会嘅。点就系咧，好多啲昆虫啊，周围飞，好犀嘅，但系好兜边飞过嚟嘅，唔知咩嚟嘅呢啲。你唔好怀疑自己系患咗飞蚊啊！啊，系喎，点解咁？好犀利嘅。成天都系嘅喎。黄浸浸嘅，佢唔停嘅，睇唔到咩嚟嘅，啊，黄浸浸嘅，啊，喺呢区有呢只嘢啫喎，系啊，好犀利，唔知咩嚟嘅，呢个唔知咩乜知道啦，有时行啦我哋，系啊，樱花路。呢度啲屋有好多特色，我而家戴口罩讲嘢啦。
癫鸡头嘅时候咧，嗰啲飞嘢咧撞到我成面都系，成头都系啊，唔知咩嚟嘅啊，有樱花道啦，下外边先。我呢条桥有名嘅喎，叫招募桥啊，招乜募乜嗰啲招募啊，招募系咪招秦牧坐嗰啲啊，募啊，系招募啊。招募即系朝头早嘅募啊。几靓啊，几有古色古香。呢条叫吉桥啊，金吉个吉，哇！雨季啲櫻花都開曬啦，應該開咗就滿開咗大概兩三日到啦。啊，好靚！今年大阪、京都啲櫻花全部開曬啦，喺呢段時間。哦，靚到絕啊！大風啲都乜嘢啊？都成天櫻花瓣，哇！哇，系啊，活开咗一段时间噶啦，再唔嚟又冇得睇嘅真系，哇，哇，睇下，成天都系花瓣啊，哇，睇飞到几远，啊，要睇樱花快啲嚟啦，梗系。嚟大阪或者京都之後咧嚇，屋企優雅，因為逐層層包箱嘅懷疑係咪啊？包箱喺個窗口度咧嚇，唔知係咪啦？雨季風景真係好靚，嗰啲河流啊，配合啲房子啊，同埋啲橋梁咧，哇，構成一幅好靚嘅風景畫。呢度可以搭船遊覽嘅雨季村，價錢係大人就800啦。小人咧就400，小人唔使錢啦，叫做小人啫喎。呢个系宇治公园，
边。咩事啊？哇，几汹涌啊！哇，哇，飞警啊，完全冇人知嘅，隐世飞警啊！夜晚开档的呢度，夜晚开档搬你啲架又揽住雨子啊！今日嘅行程系咁啦，跟住搭车翻去京都啊，条快大快。嗱，落咗车之后咧，跟住就嚟依间食晚饭啦吓。早 early dinner， 餐廳幾寬敞嘅，不過而家係都幾早嘅，而家4:45啊，所以仲係得我哋兩個啦嚇。有啲 menu， 不過日文我哋唔識睇嘅啫。食完仲有優惠券啊，有200 yen 回贈啊！即係下次你咁近我哋，梗係咁近啦，行好遠下嘅，好遠㗎，係啊，幾遠下嘅。諗過先啊，呢二百 yen 啊，幾錢啊？1410啊，1410。但係我哋就喺依間食啦，嗱，就喺東福寺駅斜對面間叫幸福大黑啊，叫係啊，應該叫大黑啊，鋪頭啊，幾好啊，幾好味嘅，唔錯。